其实是送了一件超级大弹冰凉弹力 T， 外面呢再帮你罩一件可以单穿成小背心的提花小背心，重点是 SML 都可以穿，不会因为这样子提花小背心啊我只能穿到 S 号，没有哦，它的尺寸是大家都可以驾驭的，你可以把它放出来，像我现在这样非常非常简单随心所欲，或者是你想要把里面这件扎进去，好也 OK， 它就变这样夹两件事，而且还可以遮肉，所以你看哦，超级可爱的，完全不会让你露到任何一点肚子，后面呢也是做这种夹两件事的感觉哦。而且呢平常啊如果你不想要就是这样穿，你想要直接单穿这件，你要绑要扎都 OK， CP 值超高的，你看哦它又多了一个穿搭，我只能说这件衣服穿来穿去一二三四已经有四种穿搭了，好随便你要哪一种，反正呢它就是送给你的，好两个 set 看你是要这样穿那样穿，完全高弹冰凉透肤的微透微透的感觉，里面只要加一个小可爱就可以了，我们家的提花真心推荐，非常非常的有质感，每一次做出来的提花都不一样哦，前面的位置有一个小 V 领才是正面哦，所以呢大家在穿的时候可能要看一下，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塑造一个比较女神的感觉，来把它变成是纱裙款，好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曼妙好看。